这个马路对面是第一百货商店，感觉应该是有点说法的。以前可能是一个地标性的商店，名字啊已经暴露了它的那个级别了。前面啊是一个中国银行，中国农业银行，这里是华联商厦。感觉这边的商场呀都是有一定说法的。新华书店、钱柜、歌城、私人影院，都是些非常知名的牌子。感觉啊这边以前应该是非常中心的地方，华为。前面是一个精神文明宣传栏，这是一个塔。星光灿烂主题酒店，上海亚裔金店，非常厉害的地方。